棒球是台湾最喜欢的运动，也是有很多高中的学生们纷纷的投入。那我们也很高兴看到玉山杯青棒的锦标赛，在今年所选出来的青年的国手队呢，在今年韩国的釜山得到了世界杯青棒 U18 的冠军。我们希望有更多年轻的选手可以发光发热，所以我们也举办了训练营，那邀请 MLB 的教练亲自来指导，那也请日本的职棒选手亲自来这里传授大家经验，因为这是全世界两个棒球的最高的殿堂，所以也期许我们所有的年轻的选手们要好好把握这样的机会，那接受教练的指导，有任何问题的话也跟学长们多请教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你们自己更好，更祝福台湾的棒球队明年可以前进到东京的奥运，我们一起来努力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